是音，有人在听吗？好的，Michael 能听到吗？
Yes. Good afternoon, Your Excellencies 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家下午好，各位尊敬的阁下、女士们、先生们，非常感谢大家在线和线下出席 IGF 第十七届大会联合国开放论坛。我们会展望全球数字契约。我们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在线和线下的嘉宾，我是负责我在联合国经济事务部负责技术气候变化。我们有联合国粮农署的总干事屈东渊以及班迪克辛格，他是联合国秘书长技术特使辛格先生，以及我们在线还有陈伟雄先生，他是来自联合国反恐执行局的代理局长 Tofik Jalasi， 他是教科文传播和信息助理总干事 Peggy Hicks， 他是负责联合国 OHCHR， Steven Baru， 他是 ITU 的副秘书长，他是在线 ；Robert Uff， 他是 UNDP 的总干事，以及 Dina Delacu， 他是首席信息官，来自联合国的基金 UN Molini， 他来自联合国女性组织。我们有非常优秀的来宾在线上和线下，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发言都非常简明扼要。首先，我们非常高兴有李俊华先生，他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副秘书长，请您发言四分钟的时间。非常感谢，我要感谢所有来自联合国体系的同事来出席今天的联合国开放论坛。大家都了解这个公开对话的重要性，特别是我们一起在出席 IGF 的大会，我们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协助各国进行数字的转型。我们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公开的对话？From climate change to the public health and to conflict, the regional conflict. 不好意思，议员现在听不到现场的声音。我们现在面临着多重的挑战，有气候变化，还有全球的冲突。我们要利用技术去应对不同的危机。我们作为
全球性的机构，在联合国我们要分享最佳实践，我们要加快可持续目标的实现，我们都在这里，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在 IGF 它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平台，让我们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我们作为联合国的团队，不同的机构，我们都要参与进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相信有27亿人全球现在还没有上网。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很多人没有得到充分的网络连接，有那些脆弱的人群，他们需要有意义的利用数字技术。因此呢，我们必须从不同的领域展开合作，所以我们非常重视联合国不同机构之间的对话。我非常期待听到各位同事的见解，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副秘书长，你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榜样。接下来我请辛格先生，他是联合国秘书长的技术特使，我们想请每个嘉宾介绍一下他们不同机构在推动 ICT 支持数字转型方面所做的工作，在不同的国家联合国在不同的国家都非常活跃，特别是我们想听到协同力的例子。大家好，有很多的同事随后会发言，谈到具体的活动领域，从他们不同的角度，我想给大家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联合国在两个层面就数字转型非常活跃，一个呢就是联合国秘书处，联合国的秘书长有非常清晰谈到我们要抓住机会，同时要管理危机，我们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在过去5年，有关 ICT 合作的高级别的小组我们也会谈到全球的数字契约，帮助国家去考虑各自的数字转型应当是一个全面的负责任的去管理，确保它是包容性的。最终我们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能让任何人掉队。所以呢，这是一个高度概括的一个指南。在此基础上呢，我们再通过全球数字契约将其发展，我们来自联合国不同领域不同的机构去建设物理的基础设施，能力培养网络安全能力，来支持互联互通。在联合国发展署，我们有具体的给成员国做的支持，基于不同国家在疫情期间的需求，我们从2018年就制定了战略，来进入到数字技术在哪些方面，在普遍的卫生覆盖能够做出什么的贡献。这些呢都能够让所有的联合国成员获益。非常感谢，我们可以看到机会和危机是并行的。接下来我请屈东玉先生，他是来自粮农署的总干事，想听一下您对于粮农署在引导数字转型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感谢。我来自罗马，大家下午好，阁下女士们先生们。粮农署最近受到了新冠疫情和其他比如说俄乌战争的影响，
此外，我们也面临着气候变化的危机，在全球，在地面，在各地呢，我们都面临着很多的冲突。现在有30亿人还没有能够去获得链接，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更有韧性的基础设施。我们有2030年的目标，想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要利用 AI， 要利用科技创新来提升链接，利用数据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资源。数据资源、数据的技术能够帮助我们减少不平等，它能够让农民提高作物的产量，弥合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鸿沟。他们可以利用技术更快地对作物进行运输，并且进行电子商务的交易，并且为联合国秘书长的愿景做出贡献。我们有一个数字合作的路线图，自从2019年以来，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数字的倡议，同时呢，为数字转型，特别是粮食体系做出贡献。数字的影响，我们要确保提升数字的能力，来支持农业的技术转型。我们要能够提供可行动的信息，能够实时从最大限度上的利用技术，能够帮助他们更快的进入市场，能够获得保险，并且采用智能的解决方案，为这些小岛国，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的这些小岛国，帮助他们利用数字的技术发展社会经济。各位尊敬的同事们，不好意思，我们时间非常有限，请您用30秒钟时间收一下尾。好的，时间足够了。我们要发展数字经济，还有数字的治理，数字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它能够帮助我们实现全球的粮食系统的数字转型。谢谢，谢谢总干事先生，感谢你把气候变化和数字转型连接在了一起，特别是在非洲，气候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谢谢他们。这个联合国数字发展研究部门的同事，您也有3分钟的时间。谢谢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各位亲爱的同事。那么，我们是提供财经方面的研究，我们在这个领域呢有着广泛的研究，我们积极的参与到国际 ICT 安全的工作中，已经参与了很多年。我们利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探讨互联互通的问题，帮助联合国探讨这个有关互联网的行动。我们支持网络空间负责任的行动，它和 ICT 网络安全方面的倡议是一致的。去年2020年到2025年，我们这个计划涵盖了这个范围。
我们2022年开了两节会，是在成员国当中的增加合作的话题。另外呢，我们还探讨了利用网络法规来打击网络犯罪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进行了面对面的接洽，跟全球的合作伙伴一起进行探讨，探讨与网络安全相关的立法在区域、国家以及世界的层面。最后，我们持续的在进行能力建设。我们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关键的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方面的建议，我们进行了探讨。另外呢，在联合国不同的国家成员国之间呢，建立了信任。我们支持网络空间以及网络空间之外的和平安全和人身安全。谢谢您的发言。在数字转型概念框架之下，探讨这些问题是非常有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接下来发言的是联合国反恐委员会执行局执行主任陈伟雄先生。谢谢。我想讲下面的几个点。首先呢，安全发展和人权是本组织的三个口号，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三个角度来看待信息和通讯技术以及数字技术。那么我们反恐执行局有安全理事会授权的三大支柱任务及评估会员国的实施努力，促进技术援助的提供，分析新的趋势和挑战，确定有效的经验和做法，供反恐委员会和安理会参考决策。我们已经发现了会员国在广泛的关键的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存在着差距和需求，缺乏法规政策等等内容以及人权方面的包括与信息和通信技术有关的言论自由的保障。反恐局提出了其确定的建议，供联合国会员国参考采取行动。另外呢，还有德里宣言，我们最近在印度举行的反恐主义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取得了一个成果的文件。那么第三呢，就是联合国应继续加强其活动与参与，采取三管齐下的办法。还是那三个套语，还是那句话，所有政府、所有联合国和所有社会。在这方面呢，联合国全球反恐协调契约与反恐执行局和其他40多个实体，应该是解决信息和通信技术问题的安全方面的有用的工具之一。谢谢您。好，谢谢。反恐其实这个工作呢涉及的范围很广，您也提到首先要进行认定，我觉得这是我们进行数字转型的工作当中也是有这样的内容的。好，请吉拉斯先生发言，他是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请他来就此问题发言。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负责传播和信息的助理总干事。谢谢。正如我们之前说过，构建和平呢，在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的心中，该如何做呢？应该提倡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及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促进多方参与。我们应该以人为本，使用技术，使用
各种各样的框架和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应对互相交错的问题。目前呢，有44个国家已经使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互联网普遍性指标来进行国家层面的数字评估。那么在人工智能的这个时代，我们也在试图创建这样的框架，为公共领域和组织提供能力建设，提供培训。那么其中涉及了24000名法官和检察官。下个明年的二月份，我们会有全球会议，它叫做互联网为可信任的管控社交媒体，确保信息真正的是一个公共制品，同时呢保证言论自由，网上的言论自由。我邀请各位明年二月份参加这个会议，谢谢。谢谢您，您也表达了向发展中国家展现了这样的新兴的一个技术能给我们提供怎么样的机会。我们呢接下来请 Peggy Hicks 女士来发言。感谢，非常高兴能够发言。我觉得能在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工作，是人权署工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它将是一个工具，这个框架将是一个工具，可以，它不是武器，而是一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帮助国家，帮助公司，帮助公民社会，来在这个数字世界当中的前进。那政府也是我们考虑的一部分，我们要考虑如何能够提供这样的技术支持，帮助他们应对关键的挑战，来监管人工智能等等这样的技术，以及隐私。这些呢都是我刚才同事们介绍的一些主要的工作。我们还要提供指导，通过不同的模式在不同的环境或者语境之下来帮助大家。所以如何来使用这些工具，这些防卫性的工具是跟人权息息相关的。我们该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来处理这个比较敏感的人权问题，要尽量的避免公众的服务的中断。那人权是联合国的指导原则，在此平台上有很多的大型的公司，我们要看他们如何做自己的工作，做没做自己的家庭作业。我们希望能够拓展这个项目，今年呢希望能够增加对与非洲的接触。公民社会很重要，他们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互联网的接入对于保护网上空间以及确保数字技术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好，谢谢 Hicks 先生女士。我们听得很清楚，在这个数字转型的过程当中如何来保护人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是 Stephen Barrow，来自于联合国的国际电联的同事，请您介绍一下在促进数字转型方面 ITU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作为一个联合国下属的特别机构，我们有悠久的历史，
我们建立相关的技术，它被人们信任已经很长的时间，服务于网络和各种的网络服务，和电信服务。那现在呢，是数字的时代。我们也为各个成员国提供了支持。我们刚刚举办了自己的会议，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可持续性的数字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是对未来的 ITU 的战略规划非常的重要。我们希望所有的人跟我们一道来努力弥合数字鸿沟。合作对于所有的人在这样的数字发展的阶段都非常的重要。数字是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已经成为了支柱，而无法接入数字服务和数字网络世界有很多的原因，比如缺乏数字技术等等。那现在研究发现接近30亿的人还没有接入互联网。那如果我们不行动的话呢，他们就会被落在后面。2021年我们进行了一个组建了一个联盟，致力于推动普遍的互联网接入。目前已经涉及到了$290亿的资金，我们接洽了公民社会等等各方各面的人士，这样的合作对于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UNICEF、儿基会，以及其他的组织都是我们的联合国内部的一些非常有用的工具，可以帮助大家达成可持续性发展目标，以及与数字发展相关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我就说这些，谢谢，感谢您，感谢您提到数字鸿沟，以及需要弥合它的重要性，这对于非洲很重要。接下来是 UNDP 的同事 Robert Opp， 请他来介绍一下与数字转型相关的话题。感谢，感谢大家。那么我觉得新冠疫情对于我们来说呢，是一个分水岭的事件，那么也告诉我们数字鸿沟有多么的大。的确，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数字技术对于未来都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其他的嘉宾呢也讲到了风险，包括人权和隐私、数据隐私等等。所以呢，我们需要在我们认识到我们这些问题可能在几年以前呢都还是比较乐观的，但是呢现在却变得非常严重。所以呢我们组织，我们需要去将数字构建到我们的这个行动中，包括像气候变化这方面的行动。我们支持了这个100多个国家的有数百个这个数字项目、数字技术的项目的部署。那么我们还有92个这个加速器实验室，那么这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和40多个国家进行合作，来帮助他们推进数字转型。那么比如说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这个就绪性的评估，对于数字转型的就绪性的评估。那么我们还有在不同国家的这个数字转型的这个契约。那么比如说在黎巴嫩和这个和其他的马尔多瓦等等国家。那么有一点呢，是我们如何去在不同的国家来建立这样的一个社群，使他们能够去分享相关的一些数字的方法和架构。我们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这个数字这个基础设施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全球的社群网络，那么使大家能够作为一个社群在一起形成合力。那么对于
这个全球数字这个产品联盟和国际电信联盟，还有这个盖茨基金会都在一起进行合作，非常感谢。好的，非常感谢 OP。那么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您，提到了这个国家层面上的数字契约，以及各国之间的这个合作进行这个数字这个数字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那么我们有请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畜基金的这个首席信息官Dasio 给我们做发言。那么对于我们的合办工作人员养畜基金呢，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在这个联合国内部的一些实践是什么。那么我们在联合国呢，我们在内部是希望能够去采用新的一些这个技术来推进我们的这个数字化转型。那么在2021年的时候呢，当时我们这个部署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数字身份的解决方案。那么对于这个我们的养畜基金呢，是有在193个国家中呢，是有8万名的这个养畜基金的这个受益人。我们给他们推出了电子身份。那么这是第一次我们进行了这样的这个自动化的处理。那么这是我们所经历的一个非常好的数字化的转型。那么在过去的70年中呢，我们的养畜基金的受益人，他们必须要表明他们还在活着，才能够继续的收取领取我们的养畜基金。但是呢，我们这样的一个系统呢，是当时以前呢是一个纸质版的这样的一个系统。那么我们是有84000多名的领取人，发给他们这个纸质的版本，然后呢再收回来。那么当时呢，大家可以知道，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呢，我们这样的这个纸质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处理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那么有些情况下呢，我们是出现了一些延误，有时候是收不到任何的这样的这个文件，所以呢导致我们的养畜基金发放不及时或没有发放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使用了新的技术，刚才这个我们联合国秘书长也讲到了，我们是使用了生物技术我们像这个人脸识别的这样的一个生物技术，还有这个区块链这样的技术，来帮助我们去进行身份的认证。那么对于我们这个存续的认证和证明，那么以及对于交易和地点的认证和证明，那么这实现了数字化。非常感谢您给我们的这个分享。那么我觉得呢，在很多的国家都是希望能够找到类似的这个技术的解决方案。那么最后一位呢，有请Lemon Lee， 他来自于联合国妇女组织，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联合国妇女组织是如何去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好的，非常感谢。那么在这里呢，我希望能够去强调两点联合国妇女组织所做的工作。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关于性别平等的技术合作的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个联盟。那么这是在去年巴黎推出的这样的一个联盟。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进行一个这个共创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来提高我们的性别的平等。在联合国呢，希望能够去在我们内部去这个交换一些做法，去这个共享一些实践，包括在各国政府、公民社会和联合国组织形成合力，来帮助我们帮助女性能够去提高他们的连接性。那么他们可能会在这个数字鸿沟中或者数字转型中被遗忘，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国家呢采取了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来帮助我们去这个弥合数字鸿沟，尤其对于女性。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是关注于在明年3月份有一个这个关于这个女性地位的这个委员会。那么我们将会在明年3月份推出这个委员会，会去这个总体的从这个性别的角度上来去讨论创新和这个创新和技术的发展。那么我们和成员国正在进行合作，希望能够建立一个这个全球的这个框架协议。
能够帮助我们去这个提高数字化的性别的包容性。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去提高这个包容性和这个系统化的数字转型。那么我们是准备了这个话题的很多的一些论文，我们收集了很多的一些论文。那么我们的这个社群呢，我们是有45位专家。那么我们在下周呢，我们会召开一个会议去讨论非常多的这个关于数字鸿沟以及解决这个性别角度的这个数字鸿沟的解决方案。好的，非常抱歉，我们现在时间是有限的，再给您30秒吧。好的，我们的这个论文呢也是包括了数字这个财务和其他的一些方面。好的，非常感谢。那么我们还有第二轮，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所提出的关于性别这角度的看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第二轮呢，我们还会有请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联合国系统如何去形成合力，帮助我们实现秘书长在全球数字契约这方面所形成的这个这个愿景。那么有请 Single 来给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你们能够讲这一点您觉得最为重要的一点，有请这个Single。 那么关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工具，那么我觉得呢，我们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2023年的会议。那么我们有这个 SDG 的中期评估，那么此外呢，我们在2024年呢，我们将会有我们会通过全球数字契约，在这个全球数字峰会上通过这个契约。那么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呢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工作，在联合国的层面上，那么我们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聚集到一起，希望能够去提供更为令人信服的、更为雄心勃勃的这个倡议，帮助我们的成员国来进行部署。那么我们希望去建立一个这个共同的数字转型的蓝图，包括能力建设，那么在不同的这个组织之间的合作等等。那么在国家的层面上呢，帮助我们的各个成员国能够加强数字的转型。那么下一步我们是希望能够去解决这个具体的一些像这个食品安全、食品保障等等这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那么包括绿色转型和健康这方面，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将相关的这个数据能够聚集起来。那么最后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关于这个全球数字契约这方面，我们是形成共同的一些这个原则。那么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各国政府和这个关键的这个参与方都能够就重要的议题形成这个共识，包括像人权的问题。好的，非常感谢。那么我们现在有请这个徐东玉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在这个全球数字契约这方面的重要事项有哪些。那么有请徐东玉先生，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那么好的，我们有请 Cecilato。 那么您如果没有在的话，那么如果您在的话，对于这个全球数字契约这方面有哪些重要事项，告请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那么的确是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事项。那么尤其是在网络空间中呢，我们需要去对于这个不同的这个成员国来说，我们需要去加强网络空间的安全，推进这个数字化转型。那么在全球数字契约这方面呢，我们的确是进行了很多的一些这个合作。那么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我们是很团结的。那么在过去几年中的在几个月中呢，我们在网络安全和网络稳定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这个共同的工作。那么我们和这个能力建设这方面，我们是给这个50多个来自于这个发展的国家的成员进行了培训。那么包括了这个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
那么我们和 UNDPPA 呢，我们也进行了合作，包括了这个对于网络的这个安全和这个冲突这方面呢，我们做出了合作。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在安全这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些跨部门的合作，在这个数字技术的利用这方面呢，包括数字的这个一些问题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些合作的工作。那么在联合国内部的合作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全球数字契约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于这个网络的安全和稳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是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需要有多立相关方的模式来进行工作。那么我们在一起呢，是可以将不同的这个利益相关方聚集到一起，和更多的这个方面聚集到一起，来加强我们所有的这个联合国各个机构的能力和优势，那么使我们更好的去充分的挖掘数字转型的潜力。非常感谢。好的，非常感谢斯西勒博士。那么我们是听到了这里呢是有不同的联合国的机构在一起合作。那么有请陈伟雄先生，想了解一下您的这个机构对于全球的这个数字契约有什么样的机会。那么对于安全来说呢，我们的这个反恐局和其他的这个联合国的机构，我们实际上做了很大的投入，来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但是呢，有两个问题我希望能够去讲一下。那么我们在信息的这个交流之间，那么在联合国的不同机构的信息的交流这方面，我们是在这个联合国的总部的机构，我们是可以去在这方面的信息共享这方面做很多的一些进步。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希望能够去减少这个重复的工作，或者说是联合国内部的这个大家族的这个大家庭的竞争，或者说重复的工作。我们是需要去使我们有共同但是有区别的努力，使我们能够去实现联合国秘书长所提出的联合国这个数字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的这个愿景。那么在联合国大家庭的各个机构中呢，我们都是相互的进行尊重。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是有不同的工作，我们的共同的这个工作呢是帮助我们实现这个全球的数字契约。好的，非常感谢。那么确保这个信息的自由流动是第一步，帮助我们确保这个信息能够在外联合国外部这个流动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那么有请德拉西博士，那么您觉得这个应该如何去实现全球数字契约呢？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讲到了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指标，我们是建立了相关的这个互联网的普遍性的指标。那么在这方面呢，我们是有不同的这个数字的这个平台。在这方面呢，我们有 ROAM 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ROAM 的这个框架。那么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呢，我们需要关注在全球数字契约过程中呢，我们要同联合国的其他机构，包括联合国技术是包括联合国宽带委员会等等这些高级专员，同他们进行合作，来促进可持续性的发展。另外呢，我们还与联合国的 DESA 进行了合作。那么在12月13号的时候，以及到2032年期间呢，我们都将会推进这些工作。那么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怎样确定我们的这个行为准则，来创建一个全球数字契约，来实现一个安全公平公开开放的这样一个免费的互联网给到大家。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最终呢，我想说一句，就是合作在联合国的大家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互相补充的，我们不是一个竞争的关系，我们是一个相互补充的这样一个关系。谢谢 Jealousy 博士。的确，您刚刚说的非常对。那么有关人权的这个角度，我们怎样去
推动人权的保护呢？ Hicks， 女士，的确，有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讨论如何推进全球数字权利，以及我们如何来把这些内容纳入到契约当中。我认为最为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在过去几年来，我们经历了新冠肺炎的疫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要有意义合作和参与进来。那么我们要承担自己的职责来保护这些权利，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第二点呢，作为联合国的这样一个系统，我们怎样树立榜样，那么这包括人权的尽职调查，联合国如何使用数字技术，从而向大家展示我们是怎样在这方面做到最好的。那么联合国秘书长也是在推动这一块的工作，来使得所有的联合国的机构呢，向大家展示我们是怎样使用数字工具的。第三点呢，也就是我们需要看看，我们要确定我们发声是一个声音。那么我们如何把人权纳入到整个过程中来？那我想说，我们不要是各自为政，我们要共同的讨论该怎样把人权纳入到流程中来，从而向大家发出一个有益的、有效的、强健的这样一个信息。非常感谢 Hicks 女士，我们是非常关注现实的。那么 Stephen Burrow 他是在网上发言，那么从 ITU 这个角度，那么您觉得对于全球数字契约的这个推行，什么是工作要务呢？非常感谢。那我觉得最为重要的是针对这个契约呢，联合国的秘书长也谈及了这个契约的重要性，他谈及我们要同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合作，我们的共同议程就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个真实的改变，来实现一个安全的全球数字世界。那么 ITU 就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强调合作，这个合作是要与所有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合作，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够帮助各国政府、各个社会，来推动这样一个转型。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共识，并且创建一个框架，有效的合作、协作，包括我们在内部同利益相关方进行合作，并且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那我希望这个全球数字契约能够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基准。那么当然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成员也是一个多利益相关方的这样一个模式。那我希望这个模式呢，将会是一个凝聚大家的一个工具。那 WISIS 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契约，但是我们认为在合作以及协调这方面是我们推进全球数字契约的一个关键。我们要相互学习、相互分享，并且使得联合国能够作为一个领导人推动这一块的工作。非常感谢大家都谈及了这个团结合作的这个措施，那么我们也一定要确定要这么做。那么有从 UNDP Op 先生，我想问您一下，那么全球数字契约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呢？非常感谢，我希望你能够听得到我，因为我知道上次发言的时候有一点问题只有30秒钟但是也许我前30秒的那个我说的话是最重要的，希望这次没问题。全球数字契约呢，它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使得所有的我们这一代的人能够团结起来。它也使得联合国系统能够把各种各样的工作结合起来，协同实现协同效应。
那么它实际上是让所有的机构能够联合起来，把各个工作协调起来，然后进行推进。 UNDP 就非常关注这一点。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有很多国家他们还在构建基础设施，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工作是兼容并蓄的，是负责的，从而并且能够把他们的工作纳入到有效的联合国的系统中来。那么这将会是我们的工作动力，也是这也是联合国工作的一个动力，来确保我们的工作不是碎片化的，而是采取具有战略性的这些措施来推动这项工作，而确保没有一个人被落下。非常感谢 Ops 先生，谢谢您刚刚所说的。我知道大家都说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内容。你们刚刚谈及了要建立基础设施，同时要促进监管和政策的制定。那么在联合国来说，我们有这样一个环境做这些工作。谢谢所有参与者的真知灼见。那么接下来呢，我想听一下 Celestio 先生。那么我们非常感谢您刚刚谈及了联合国养老金的这个问题。那么您觉得您的组织在这一块可以做一些什么呢？我想说四点。第一点，我们要庆祝我们所取得的成功。那么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我们获得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这个创新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奖项。那么他给到我们一个荣誉，使得我们引领针对数字转型的工作组。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工作组来促进数字转型，同所有的 CIO 一起在联合国的架构之下分享我们的工作，而不是做重复的工作。另外在联合国系统中，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分母，那就是联合国的系统来执行和发展这些解决方案。我们的工作是非常紧密的，我们与联合国的国际计算中心 UNICC 都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并且我们获得了 ICT 的支持和服务。我们现在还与其他的联合国五个联合国机构进行合作，包括 UN 机构 UNDP 和 UNICEF， 通过这种方式把这些措施推广到全球。那么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需要关注几个原则。在全球数字契约这中，这包括数字兼容、加强数字能力建设、保护人权、数字身份展示、如何使用实体的法律身份来促进数字世界。最终我们还要构建一个数字信任，使用新的技术，例如区块链，来实现交易的安全。非常感谢您刚刚所说的这一块是很重要的。Helen Molyneux 她在网上发言，她来自联合国妇女署。您对全球数字契约有什么样的看法呢？非常感谢。我觉得我们的工作要务之一呢，就是要加强合作和协调。我们已经启动了共同声明，那么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有60多名利益攸关方参与了进来，帮助我们促进全球数字契约。我们为全球的相关利益相关方推行我们的这个信息，所有一切的工作方式都是合作性的、发展性的。并且在筹备工作中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认为让所有的利益攸关方参与进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目前下属已经有15个机构参与了进来，加强协调协商，从而实现我们所要的发展，并且呢制定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呢，我们要确保它极具相关性，从而来促进全球数字契约。当然了，这份文件它囊括了各种各样的主题，那么我们要确保在这份文件确定下来之后呢，我们要实施它，而且在实施过程中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都要参与进来，做出他们的贡献，并且提供他们的看法和反馈，使得他们也能够平等的、公平的参与进来。非常感谢斯莫尼涅女士，我们现在非常感谢所有专家组成员给到我们的真知灼见。那么我想做一个结语，那我非常感谢所有专家组成员都遵守这个时间限制。那么这一节会议呢，主要是谈及联合国所面临的一些挑战，也就是说在我们推进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怎样防止重复工作，怎样共同推动我们的项目。那么我们要确保哪些内容对于利益攸关方来说是直接受到影响的，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实质性的措施来推动我们的工作。我们要有什么样的政策，哪些政策是对于各国来说是具有相关性的，以及某些原则的这个普遍适用性，其中就包括人权，以及我们怎样去更好的利用我们的资源来推动这项工作。另外呢，就是在推动过程中有哪些加速器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使得我们能够让这项工作走向正轨。那我非常高兴能与各位专家组成员有这样有益的交流。那么我们也意识到，在如果我们能够实现 SDG 的话，那实际上就对非洲经济是一个巨大的改观，这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转型，特别是在数字转型方面。最后感谢所有的专家组成员，我们非常高兴能邀请到12名联合国的专家组成员参与这场会议，感谢所有的参会者，感谢所有的观众，谢谢。谢谢，会议结束。我们要在一起照相，集体照。Thank you.